到处都是阶级，只是你有没有办法看得到和我们会不会感受到。他写的其实是一群没有选择的人，就是我们是有选择的人，我可以去打工或不打工，我可以去做或明天辞职，但是这群人到处都是被压迫到他们不得不用体力去，这只是他最后一些可以做的事情。那一天跟他讲话的那个过程中，我甚至也是五味杂陈，然后也是情感在内在很冲击这样子。